阻你少少时间。肺炎球菌系迟啲先啦。肺炎并发症系迟啲先啦。50岁后迟啲先啦。风险高，唔知系你自己。迟啲先。迟啲先。迟啲先啦。仲迟，年过50，感染肺炎球菌嘅风险好高，有可能引致脑膜炎、败血病等并发症。你有事，屋企人点算啊？升级研发全新20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，一支针对20种可致命肺炎球菌，更广泛覆盖，有助对抗全球大多数肺炎球菌疾病。真系少少时间就可以令全家放心。详情问下医生啦。年过65，风险更高，早打一针20价。